小轿子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好债主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俺们正跑了个公堂，兄弟奉命追讨，红军命令，几位兄弟，您都这么说了，那请便吧，走。 听着，刚才我亲眼看到一个共匪跑进来了。今天我就是把好债挖个底儿朝天的把挖出来。非要说曾共匪，不连九族。哎，长老，你别走啊，仪式还没举行完呢。我可没有虎在撑腰啊。 我得赶紧回府看看有没有共产党混进来，要是有个万一，可是株连九族啊！哎哎哎，别走啊，都别走啊！还没完事儿呢，你还没完走？别走，还没完事儿呢。你三凤，别走，哎哎，不要走噻！哎，金龙兄，这帮官捕头走了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三凤，大姐，快快快，快认祖！哎呀，慢点儿噻！还怎么认呢？认给谁看呢？另选其日吧，啊，另选其日吧。金龙兄。 那你说老铁嘛，哎，把日子定下来噻。怎么了？马掌柜要不出事了，刘小子突发信号，人就不见了。这留什么信号？当亏，佛手。先别管这个了，当务之急，送他住好镇。 啊，山凤，你嫂子红梅受了点伤，以后跟你说啊。山凤，你赶紧找点药，把嫂子这伤给血给止住，是吧？再拿身换洗的衣服，让她赶紧住好阵。我现在呢去找窦儿他们娘俩啊。哎，你怎么天天就护着他呢？你，不是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万一窦儿他们娘俩落在郝云峰手里头，拿来威胁我，那怎么办呢？ 这个时候你还惦记着他娘俩，姐姐你去吧。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你等我一下。
我小买卖，让您帮我抓着来干嘛呀？我冤枉啊！我冤枉？什么叫冤枉啊？冤枉什么呢？没什么要逃跑的。搁谁谁不防啊？您说那么多老总都拿着枪，他万一哪个走了火，这小命就交代了。这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全指着我呀，我怕呀我。怕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怕你给共产党上诽谤？共产党？不，他就我一做小买卖的，我哪是共产党啊？是是是，我这不平时就是卖点烟土什么的，可我也没跟共产党打连连的，太君，我冤枉啊，太君！文老师，撒谎！我不喜欢和撒谎。 交道明白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没撒谎啊！我冤枉啊，太君！那你这么说，就是我真的冤枉你了，是吧？是，我就是一做小买卖的呀。小林，哈，你觉得我冤枉他了吗？ 怂货，去哪儿了还不回来？姐，你说这怂货是大七哥吧？要不然我去给你找找。哎呀，不用了。那你说不用，那就不用呗。刚才打疼你了？哎呀，你还惦记这点小事，还好玩肾血吗？我没止住。哎呀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血止住啊。好疼，好疼！你放松一下，你放松一下。 慢点啊！哎哎，山凤姐，就你说那怂货来了，这回汪芳姐有救了。妈，你看着孩子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孩子见血肯定会害怕啊。嗯。你瞎磨蹭什么？是不是我等你半天了？干嘛去了？啊，你没来，差点出人命了。 你快看看看，你会止血吗？忍一点，忍一点，啊！别，表上，血已经挤住了，差点。 多休息会儿，怎么咋的了？腰麻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没事吧？就是麻。没事哈。哎。妈妈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 冤枉！冤枉啊！太君，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：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小二，掌柜的。 你说说，马掌柜是什么身份？是安南城共产党特别联络负责人。你们联络站有几个？我知道的有两个，一个是药铺，一个是王家坡联络点。那王家坡联络点一般什么时候传递情报？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，小分队都会派人去收情报的。哦，初一。
好，今天几号啊？今天是十四。啊，那这么说，明天就是你们接头的日子了。发生特殊情况，他们就不会去接头。我问你，任祖仪身上多少？为啥不揭穿你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！啊，我跟他说我能把孩子腿治好。你先把你的嘴治好，就你那熊样，你还治孩子呢？你一会儿就好。这你忘了，我是中药世家，真的，那病一看就知道是狗肉病。再说了。那豆儿也挺不容易，我看出来，那为孩子他能牺牲一切，他不能戳穿我。你既然知道他为孩子能牺牲一切，如果你治不好孩子，他跟你玩命。你放心吧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中。哼。哎，走。你什么时候给毛毛治病？啊，你放心，孩子的腿我一定治好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等孩子病好以后呢，我决定留在虎寨不走了。我嫁给你。啊？你嫁给刘梆子？你以为你嫁谁谁就娶你啊？怎么？我不管他是刘梆子还是郝大秦，只要能治好毛毛的病，那就是我的恩人。再说，我跟他都认了祖，除了他，我还能嫁给谁？怎么跟几年前一样贱呢你啊？啊？还嫁给他，嫁给谁？走，真是你不对了，你不要占郝大旗吗？这不应该。既然你冒了郝大旗的名，就应该承担郝大旗的一切，不然的话，我说你这人咋这么无赖呢？我告诉你不会得逞的，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。我，你老拉着我干什么呀？跟老母鸡护小鸡似的，有意思吗？孩子，这样不好。对不起，马山峰，为了妈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刚才说什么？前面就快到了，就到了，前面就到了。马掌柜的药铺，晚上当归、佛手两块牌子，一是说明药铺出事了，二是提示我们还有重要的信息没有传递到我们手上。不错，一定是我没来得及拿的那份情报。药铺肯定是暴露了，情报应该就在马家坡联络点。根据我们之前的约定，如果情报点出了问题，那马掌柜就会在马家坡联络点的大槐树上系根一根红绸子。可是马掌柜现在下落不明，会不会被捕了？他要是叛变了，那我们可都遭殃了。不会的，马掌柜是坚定的共产党员，他不会的。党员？共产党员。不管怎么说，明天我去趟安南。明天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不行，你那个伤总能行。哎，行，你俩别争了。明天我陪彪子一起去。你那伤怎么可能去呢？再说了，现在查的这么严，我们会小心。这就是王家坡情报点啊。需要什么标注吗？在树上画个眼睛的标志，他们就知道有情报要传递。如果遇上特殊情况，还需要在树上挂一根红绸。等，什么叫做特殊情况？说药店被查封了，即便是那样，在树上挂一根红绸，他们也知道在这儿取情报是安全的。小二。是这样吗？我知道遇到特殊情况会有特别标志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。他
他怎么能知道这些？你想跟你的同伙通风报信是吧？你如果不相信我，又何必带我上这儿来？我是情报站的负责人，所以我的情报才是最准确的。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信仰，投靠我们？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，这就是叛徒。当叛徒总比掉脑袋强吧？命都没了，还谈什么信仰？聪明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事情成功以后，我要钱。我相信你。不过，明天你要跟我们一起来。用不着啊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当丈夫。这媳妇儿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也不说好好的暗示暗示，还得让我为你们操心。我都怀疑啊，你们是不是夫妻？是是，光顾亲热了，没想到那也是赖我。彪子，没想到彪子，你小子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？你这干嘛？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走。和大齐还有一点事儿啊，走走走，对，就是齐志功，没事，还有点事儿还没说完，走，齐志功，还有跟彪子有点事儿没说，哎，今晚毛毛跟我睡啊，你好好照顾，要不叫什么，哎，我搁这，走，嫂子，要不你走了，那我就不送了，彪子。麻山軍団怪しいやつです。どうも他に狙い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。じゃあお前の考え方言ってみろ。はい。赤い布を木の上に結びつける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が、どうも妙です。もし失敗すれば、これまでの功がすべて水の泡となります。しかもワンジャーポーは偏僻なところに位置しており、人の行き来が少ない。こちらとしても防衛がしづらいのであります。彼の考え方はどうでもいい。我々は気をつけるよい。君は安南町にいて裕福人間を探して、そしてワンジャポで結婚式を挙げること、それを頭に入れとけ。わかりました。铺了，我一会儿打地铺，或者我睡那儿都行，啊。地上冷，再说，万一要是被七叔公发现什么破绽，那多不好。赶紧泡泡脚吧，这水还是热的。来，不用，哎，真不用，不行不行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不是我自己来，你看我自己来，哎，动。你看，你真不用这样。
我答应治毛毛的病这事儿呢，我一定做到。我答应过的事儿，我一定做到。你放心。好。我答应你的，我一定做到。大齐，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只要你对我们母女好，我就伺候你一辈子。大齐。豆儿，你看，你别这样，我真没经历过这些。大齐。豆儿。大齐。哎哎哎哎哎！大齐，你别躲着我呀！你看你。大齐。哎呀呀！你看你别抓我呀！大齐。你别这样。有人，我去看看是谁。谁呀？谁呀？嫂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这有啥使不得的？这是嫂子应该做的。我们自己能洗啊！哎，拿去！哎，铁雷，你别。哟，干啥呢？这大家都长手长脚的，谁还不会洗个衣服呀？没事献殷勤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没事，不是那。铁雷，你们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可生气了。都给我放回来。真不赖。是，我们自己都会洗衣服，是不是？铁雷，你别跟我客气，嫂子刚回来，回头啊，给大家做好吃的。谢谢嫂子。嫂子，哎，咱虎寨寨主啥时候成的亲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可是拜了祖、认了亲、上了族谱的人，不像某些人，这日子一拖呀，还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呢。这你说啥意思？那个嫂子行，那个那行，那我替大家谢谢你啊！来来，放过来吧，谢谢嫂子，放里放里，谢谢嫂子，来都拿过来了，放里来，多不好意思，辛苦你了，嫂子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，不客气，谢嫂子，那个花，来来来，帮嫂子拿一下，哎，好嘞，那我就不打搅你们训练了，好，谢谢嫂子，慢走了，嫂子。寨主可真有福气，有这么好的媳妇儿。哎呀，又漂亮又贤惠啊，还不凶？你们都有完没完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训练去，训练，训练，训练，走。你有啥了不起？就知道装神弄鬼的做好人，不就洗个衣服吗？谁不会呀？大家伙听好了，时辰一到，咱们这鞭炮一响，迎亲队咱们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对呀，你到什么时候我才回来？哎，我说那边挂好了吗？挂好了，挂好了，下来吧。冒昧的问一下，这神宗的事儿怎么布置的这么热闹啊？嗨，这是我们钱家办的喜事儿。钱家您知道吧？又大户人家。对呀，安南城首富啊。是啊，这事儿就得办得风风光光、热热闹闹的。哎，有一件事咱不明白了啊，这大户人家怎么挑这偏僻的小道走呢？
瞒您说，我们家老爷有高人指点。说了你也不懂。您忙您的。应该没什么事儿，有危险的话不会挂这么多红布，你在这警戒一下就行。马掌柜，今天安南城回人家要娶亲，看来我们有热闹看。人多眼杂，说不定弄巧成拙。马掌柜，你是担心黑红挂彩的影响你的接头吧？我担心什么呀？那应该是大佐您担心的才对。我相信今天共产党一定会出现的。但愿吧。一般人还真办不到，这是武田大佐给我们家大少爷出的钱。林大佐，哎，那他老人家来了？哦，就在那茶楼二层喝茶呢。还真来了。大佐、麻掌柜の反応からして、奴らでは。麻掌柜が誘導したのかもしれん。奴を捕まえろ。はい。这个呢？二十。不用找了。Thank you.
大老爷们洗澡，你在这看什么呀？就这样，谁愿意看你洗澡？姑奶奶把你们衣服都收了啊！你收我们衣服，我们怎么回去啊？听讲啊，算你们有福气，本小姐第一次洗衣服，保管啊，给你们洗得香喷喷、干干净净的啊！不用，你让着我自己洗啊！行，咋了？没衣服穿啊？哎呀，凤姐，你别啊！你把衣服啥的，我们得回盖子吧。就是。谁让你把那些衣服都给那个小妖精洗的？你们这些衣服全归我了，马上洗吧。少废话！走啊！毛毛，一会儿看到你亲爹的时候，大声叫爹好不好？嗯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喜欢我，他不亲我，他不抱我，他不是我爹。这把枪是谁用的？没事，大胆地说。是谁用的？是我的，我当然是要把人赶了一点。他都是我快照片。给我闭嘴！是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就让你们给白白的浪费了。如果下次再有这种纰漏，你这保安队长你就别当了。是。给我好好的审审那个马掌柜，不管你什么手段，把他的嘴给我撬开。是，大哥，你小号吧。哎呀，用点力嘛，用腰部的力量，操练起来，给我操练起来，不许偷懒啊！哎呀，哎，你们怎么都不穿衣服啊？快笑！铁雷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，恶心死我了！不要脸，你看。去问你姐怎么回事，闲着没事洗什么衣服啊？我姐洗衣服？不可能吧？你去问她去。不可能，谁洗衣服啊？回来啦，那个姐，洗什么衣服啊？拿着。我衣服给你们洗好了，没干了。哎呀，离我远点儿！我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洗两下，它自己就破了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就是一件当家的衣服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嘛？我这……哎呀，你嚎什么嚎啊？不就一件衣服吗？赔给你就是了。就是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把你穿上，恶心！不恶心。铁雷，你们这衣服怎么都破了呀？还不是大小姐害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也别这么说，这也是巴山凤一片好心。这样吧，回头等衣服干了，嫂子给你们补补。
然后再给你们送过来。好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，真贤惠，站住，这个福气。哎哎哎，叫谁嫂子呢？眼睛都给我放亮点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给你们洗了一堆衣服，你们都不谢谢我，手都磨出茧子了。该。你说什么？山凤姐，以后这女人的活吧，你就别沾手了。你还是适合做我们哥们儿，是不是？适合做哥们儿。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，我不打死你！你给我站住！再跑！站住！山寨重地，如此喧哗，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散了，都给我散了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都一个个的光个屁股，好看是怎么的？哎，徐总，哎呀，血脉心源，应该相认，应该相认呐。大齐，我们回家吧。能治好吗？能。模样我不帅，也不算太坏，厚着脸皮其实挺可爱，有时耍赖，有时很无奈，心里却是有情也有爱。要笑就一起笑，要闯就一起闯，兄弟作伴，谁笑我太疯狂。要走就一起走，要留就一起留，坦荡人间为我真英雄。像个小孩，不怕风雨，也有大能耐。
改，一直都存在，活就活出人生精彩。要生就一起生，要闯就一起闯，兄弟作伴吹笑我太疯狂。要走就一起走，要留就一起留，人间为我争英雄。